新月，哎，昨天晚上你见证奇迹了吗？就是中国魔术师李宁在武汉上演穿越长江的大型魔术，2000米的距离只用15秒，就唰，瞬间穿越那样。我当然看了，这昨天咱们还说这事儿呢。15秒2000米，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！但是到了晚上，这李宁他真就穿过去了。咱们来看一看当时的实况啊。23:40，李宁在黄鹤楼登上了莲花形的穿越机，莲花合拢成一个大钻石啊！这都是李宁带来的穿越设备，嗯，全部都是从美国进口的。单单这设备就装满了2辆卡车，一辆卡车有12米长呢。相对来说呢，龟山电视塔这边的接收机就朴素多了。是几个大圆环。咱们光盯着这个设备来看啊，你得想一想，从黄鹤楼到龟山电视塔这2000米的距离呢？2000米是直线距离，实际上路面距离应该是3.1公里。是，这跑步也得半个小时呢。你这不堵车的情况下，你开到120迈，就每小时120公里，你跑完全程还得1分多钟呢。反正这么说吧，一辆 Ferrari 法拉利四轮跑车以最高的时速跑完全程也得需要33.31秒。哦，那已经很快了啊！但是到了李宁这儿，他就15秒，他打了个半折。不太可能，但是实况大家也都看到了，从莲花打开一直到再现身，的的确确是15秒啊。但是之前莲花关闭看不到人，到莲花打开这一阶段呢，加起来也有1分多钟的时间，没准人家早就动身了呢。后边带这个小女孩一块穿的这次耗时更长，哎，我觉得一位网友的分析啊挺靠谱的。怎么分析？他说，一，为什么李宁穿越前要检查，女孩不用呢？黄鹤楼那边为什么一直没有互动？表演结束后连采访都没有呢？三，现场观众没一个发微博呢。不是，这位网友啊，大概的意思是小女孩是托，至于这李宁呢，有可能是穿了，也有可能是替身的。但是说实话吧，从我个人来说呢，这么大个魔术，这么大个动静，我就觉得反正就弄一替身来解释，这技术含量也太低了。含量高的他也有啊，第一就是李宁那套设备啊，哦，可能他确实是借助了某些特殊装置实现了穿越。还有观众分析，李宁是借助了最先进的 3D 成像技术，就是迷惑观众的眼睛，造成穿越的效果。当然所有这些都是猜测，总之不管李宁是怎么过去的啊，他确实是在中国魔术界做了一个全新的尝试。是，这魔术界的行规呢就是不揭秘啊。嗯，咱们还是都找一个能说服自己的方法，然后做一个幸福的人吧。这啥好？